昆虫，要注意这些昆虫。嗯，刚才被误了，这个昆虫头前不要担心。嗯，好。反正甲昆虫啊，或者广告会看到，真是。对吼，一条嘛是红的，啊边的吼，啊吼，就爱安静，安静，你等你啊，安静静起来，太多。我讲红天，你听红天。嘿，啊旁边都是哪？性地，即个地边吼，爱当讲话，个师傅上有句，就是爱即几来，按伫咱即文史，嘛发现着咱文昌君吼，有即个名所的吼，即个金星啊，因为天后的影响，啊嘛不年支的一个因素，啊产生一个那个龟裂的情形，所以嘛特别的检视吼，啊咱即文物庙所泥塑的吼，像我即金星，啊嘛发觉着吼，咱即个文昌性地。咱讲吼，非常诶，古诶，即个历史嘛，有一点吼，受到天后影响，啊嘛有龟裂，啊所以吼，嘛你当讲请咱鹿港在地吼，即陈忠伟老师，哎，当讲过来来为咱即文昌圣地即李连龙再塑吼一个金星，未来对外即宗教交流，还是讲咱地方诶即活动，会当讲吼，甲即古诶即泥塑金星留当伫咱庙内，做一个文物诶保存，哎，当请咱即新诶金星吼，啊出来参加任何活动。尤其咱这泥塑哈，还是金星这制作哈，哎，当讲哦，这工序哦非常的多，哎，当讲涛哥老师哈，这样的手艺，哎，当再做好一个新的一个泥塑，啊，这次哈，让我们做人的保温泥塑金星一个哈，咱这底下这细作啊，跟大同特别请老师哈来到现场，啊来哈量这个尺寸，啊再为哈那些文昌圣地打造哈啊新的一个哈啊泥塑的这金星。啊，尤其哎，当讲吼未来啊，伫外口吼联合交流，会当请这些人金星啊来做完这个宗教，啊一边吼做活动。反正甲昆虫啊，或者广告会看到，真是。这吼一条嘛是红的，啊边的吼，啊吼，就爱安静，安静，你等你啊，安静静起来，太多。我讲红天，你听红天，啊旁边都是哪？